今天我们要挑战做一天爸爸，准备好了吗？健康早餐来喽！得有低脂高蛋白。朋友回答第一。为什么只有人发明洗衣机，没有人发明晾衣机啊？我用的是洗衣机。我快吃什么呀？我没有了啦。呀，屋子买菜了。快快啊！哎，你看，居然出了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哎，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去看吧。如果你们能把桌子收拾得够干净，并且表现够好，我就带你们见。没问题。On the double, we're faster than the others. You'll be hooked on the brothers. It's me, Mario. And then Luigi. Are you tired of paying too much for plumbing? Mamma mia. 哎，真是太好看了，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典回忆。特别是那个。哎，这可不能白看哦，每个人都要发表一下观后感。好像诱惑了，我们马上吃什么？呀，不错不错，放这个。